咱们今天要问真的，读书是为了干活。回答正确，保证你进去。来找工作的。找了工作干嘛？赚钱。赚钱干嘛？为了糊口饭吃。赚钱干嘛？吃饭。吃饭干嘛？那我给大家一个作业，下星期过来的时候，你们要带一个很小的一个作业，因为这是第二次课，第二次课一个很小的作业，帮你自己做。求职广告，求职广告。我们咋的？谢谢。人都在外面空闲了，来了来了，那还挺好的，都别走了。那个奥运体育池不得了，我晓得，春色路啊。我们那后头那主要是呢？啊？没有挂掉的嘛？没有挂了，把那个越来越简单，晓得不啦？就是每个人要准备一单样歪那。你要给他买纸巾了，你说这买纸巾哪个？你看这买纸巾，伢们说了年半年都不知道，你这掺糊了，他都不成了。可是你原来那你不收这是形式，大年纪都收你不收到，这都不行什么。